大家好，我是大刘。今天分享一个很常见但又很好吃的下饭菜，辣椒炒鸡蛋，香辣又营养，特别的好吃。首先准备线椒适量，不能特别吃辣。喜欢的可以试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更多家常菜请关注水煮粥美食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